沿水的地都扛烂草杠，郡天公，郡天公主要供奉代天玄寿，代天玄寿与王公与王公，跟那柳营代天宴有关系。然后后来也有公营大风南天宫关圣帝君来供奉。今天沿水护壁宫妈祖庙南巡三十六庄，南巡三十六庄活动第三天了。现在大家在等待那个神教正统绕外圈以后，能不能到庙这边来？刚刚有去大桥北边的桥头那边拍，然后又到南边东西向的道路那边拍，朝南路那边拍。还有市议员蔡玉辉先生申请经费帮忙建造。湖泊的路，桥南路那边，朝南路啊，朝廷的朝，南康里的南，朝南路。那是五营的令，五营的令旗，这五营的令旗，还有带马草水，你看看，有牧草，有牧草带马草水。龙柱，这个叫龙柱，那叫龙柱。人的脊椎就是龙柱，脊椎就是龙柱。哦，看到鞭炮声就是镇佛道堂啊，鞭炮声就是镇佛道堂啊。鞭炮声就是镇佛大法。龙柱啊，龙柱两条。神教正头快到了，神教正头快到了，大家都在等待。到楼下去迎接，不能站在高高的位置，要到楼下迎接。李荣，李荣就是所谓的慈母千岁。你看，你代天行寿，观音佛祖，五虎千岁，慈母千岁，五虎千岁，大王如来三宝，大王李荣三宝。温柔圣地的关圣帝君，中坛元帅就是太子爷公，就剩两两都正神。欧亚公，我们就下回接了。